千千千千。他们国家就是很漂亮啊，怎样拍都是大片哦。哇，米兰达教堂！我跟你讲，我太感动了，因为我们平常 Happy Birthday to you。来到了意大利，上次瑞斯的影片看得还满意吗？然后我们就一路玩着去意大利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奥斯塔，然后我们这个 Airbnb 很漂亮，千千千千，很美耶。这个奥斯塔哦，它是一个意大利的小镇。我们昨天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的，没有想到哦，它早上那么的漂亮。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客厅，不好意思啊，可能会拍到你们，哈哈，可以没有关系，自然一点。我的观众就是喜欢看自然的东西。然后这一个是沙发来的，可以变成床。没有人住了一个晚上才来拍的啦。这个是我们的客厅，有毛巾啦，有 bag 啦，有汽水。还有我们的干粮，然后我要给你们看哦，就是它的厨房很漂亮，哎，这是冰箱来的嘞，然后这个是洗碗机哦，哎，在洗着，哎 ，sorry， 然后这是两间房间呐、啊，这个是我跟 Alan 的，稍微有收拾一点了啦，这是 Alan 呐、啊。这一期的影片就会带大家看看不一样的意大利。如果你们来到意大利，就是 Europe 国家，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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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小心。对，因为这边比较多那种偷东西。对，不是讲他们的国家不好，但是他们的国家就是很危险，就是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包包尽量就是背在里面哦。对，然后也尽量不要按电话，然后你们的钱尽量不要给他们看到。讲这些嘞，就是要让你们来到 Europe 旅行的时候嘞，可以小心。撇开他们的国家不安全来讲的话啦，他们国家其实很美。哦，对，他们国家就是很漂亮啊，怎样拍都是大片哦。所以我们等下去那个地方再给你们看看吧。我们现在要开一个钟头的车去到这个 Novara。咱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Novara 小镇，就我们来这边吃个午餐，然后顺便逛逛的。因为瑞士哦，它是那种木的屋子会比较多，这一边就是比较欧式啦。对，你们自己看看吧。Kiko 是你说当地的一个化妆品牌，意大利的一个彩妆品牌，然后很便宜的，只是一块两块欧元这样。真的咩？我那时候是买来的口红。哦，眼影那些 OK 吗 ？OK。不懂是不是也是假期的关系啊？感觉他这个镇上没什么人。吃午餐。OK。Thank you。刚才我们就有遇到一个员工，刚好不太会英文，可是刚才我们点餐的时候真是很搞笑。最后他派他老板来，他老板是会讲英文的，所以我们就又是 Pizza Day 耶、yeah! 欸！我叫他 chocolate， 然后你看他的 chocolate， 你看，不能喝啦，这个是那个，你看着。我好像在吃那个巧克力酱，你知道吗？它是像那种融化了的巧克力，然后你拿来喝，但是是好喝。就我们的前菜来了，哎 ，set 啊！哇，又是面包啊！各位，我们已经千辛万苦 check in 了这个米兰的 Airbnb， 它是 Airbnb 对不对？对 Airbnb。我跟你讲，我里面那标给你们看先。最重要，我们租这一个 Airbnb 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太美了，来闯关了！一、二、三，哇，米兰大教堂！
跟你讲，我太感动了，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 IG 哦看到，可是自己都不懂有没有机会住这间 Airbnb 哦，book了很久，而且也不便宜，而且不是讲说你有钱就 book 到哦。然后我问了 Maggie 一晚多少钱，他说大概800块新币，2400-2500一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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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讲一下你心情。嗯，终于来了。我们住这个地方哦，楼下就很多餐厅，还有那些店啊，可以买东西吃东西，我觉得蛮方便啦。很多人呐、啊，很难逛街啊，大家很累啊，很累啊。如果你们想要大日子来旅行的话，就是这样啊。你现在看到天暗暗哦，其实才4点多，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吃晚餐，很想吃中餐。我也是想吃中餐。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站在这边呢？因为我们想要吃中餐。然后那个中餐类6点才会开门，一般的店呐、啊、都会有那个时间的。下午12点，那中间可能会休息一下，就会再开回啦。幸好，因为今天是26号，它有开。24跟25 December 会 close， 还有1月1号。选菜，选菜。超感动，超感动。紫菜蛋花汤。这是我的家。爸爸妈妈，我很想念你们的家里煮的菜。你看，大家喝到那碗汤，只是一口汤也好，大家都超感动。哇，我跟你们说，这个辣子鸡，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这边的辣子鸡涩涩的辣，但是超好吃。我们现在来逛超市，这个是 Maggie 买的 Kindle， 谢谢你 Maggie。巧，我们不是要去 clubbing， 我们是不要浪费这个酒店的钱，我们要用准它，所以我们换了衣服继续拍我们的米兰大教堂，哈哈。哇，你看晚上，晚上是不是很美？晚上它开灯了。这个哦，不是假的红酒哦，是真的，真的。这个红酒才3块多 euro。对对对，所以是15块吧。好喝吗？我还没喝，我正在拍照。我们终于拍完了，你看，真的要死了，你看，真的。明天早上6点起床，我早上起来哦，再拍照。早晨啊，大家！我们今天早起就是为了要趁第一时间米兰大教堂没有人的时候拍照。锵锵锵锵！哇，没有人的米兰大教堂是这样的。要没有人的照片呢，就是7点、8点拍是最好啦。Maggie， 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谢谢阿福跟 Alan 哦，在这一趟旅行帮我们拍很多很美的照片。可是我们4个人哦都没有合照。哎 ，Alan 看不到我。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拍照。这旅行箱真是蛮美，这是 hand carry 的啦。然后 Alan 站这边的目的是因为后面有一个 Gucci， 所以是要在这边拍。可以啊，这边。我们赶时间，快点拍先。很忙啊，我们在对面拍啊，照回来要拍 reels。现在已经是9点半了，我们还没有拍完。现在阿福跟翠婷为了美照而牺牲，他们没有穿衣服。有，我有穿。给你们大饱眼福。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这个 outlet， 因为来到这个 Europe 的国家，就是除了披萨跟 cheese 外，应该大家都是会在这边买包的啦。如果 shopping， 对 shopping time， 跟着我们吧，因为我们会去四间 outlet。我们终于到了，这个 outlet 有这样大啦。虽然说这边是 outlet 啦，但是他们的款式美一下。哇，我们来吃美的休息一下哇！这边的美的的薯条是这样的哦。嗯，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间 Airbnb， 这是它的 lift， 哇，好像厕所这样小。哇 ，house tour， 哎呦，房间第一间也太美了吧！啊，哇，很大间一下嘞。哇，冲凉房也棒棒的、啊、哇，很大。哎，哇，这个是我的 dreams kitchen。还有送一罐香槟，然后还有那个这里的传统蛋糕。哦，这个我懂。那我们跟你讲哦，自驾虽然是很方便，但是有几点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意大利有很多古城他们要保护，所以哦，就是一定要申请那个叫什么 ZTL。 其实它一个地方如果是中心的话，比如米兰大教堂附近，它就是一个 ZTL 区，因为它不要太多的车过去，然后会破坏到他们的可能撞到墙壁啊，或者地上啊，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你就必须要只有住在那一边 register 那一边的车子才可以加进去。如果那个 ZTL 区你是在公共假期进去，或者晚上七点半过后进去，还有早上七点半之前的话，是不用给那个钱的，但是也不会很贵，大概是5块欧元一辆车。然后这个 ZTL Pass 呢，是可以在任何的那种油站啊，杂货店啊，就只是意大利需要注意，只有意大利，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啦。我这趟旅行我们需要很多啦，嗯，真的是，我也需要很多。可能回去你就忘记了。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帕玛小镇，然后呢，我们来到我们的 Airbnb 附近逛逛跟吃晚餐。昨天早上我不是有经过叫 Kiko 的这个化妆 cosmetic 的店吗？然后现在我进到来，我跟你讲，超级无敌便宜的，而且非常的漂亮，颜色非常的上色，而且才9块 Euro， 不要 convert 啦，不要 convert， 是便宜。口红3.99块，我喜欢深色。这个清洁很深哦。哎，它涂上去没有很深吗 ？OK 哦。晚餐时间。不是有拍到那个房东有给我们甜品吗？就是圣诞必吃的潘多肉。我印象中这个应该是一粒一粒小小粒的，会打开吓死我。真大粒！现在我要吃这个潘多肉。它是面包来的哦，喂，甜我觉得还好，我还可以接受。还有点那种，有点 caramel caramel 那种。感觉好吃，它的面包很松软。
午餐肉，虽然它的麦香不怎么好，但是真的是西北好吃。你看，大家，我们开了接近两个钟头的车程，来到这一个 Florence 佛罗伦萨，是为了来看这个圣母白花大教堂。这一个圣母白花大教堂哦，它是在1296年开始建的，1436年才完工，所以接近有700多年历史了。这一个教堂真是超级无敌的美，因为它好像画上去这样，看到吗？前面就是这个圣母白花大教堂。这里超美的，你看，感觉就是我们后面是画出来的。如果你们很喜欢那种历史古迹来讲的话，那其实可以去游乐国家到处走走看。你觉得它很像，但其实它不一样的，你懂吗？对，是不是？然后男人特别的疲倦，背后的男人是这个模样的。哇，我跟你们讲，这边人很多是不是？但是这个角落拍照很美。来看一下 Alan 的 Sony ATM4， 然后16-35才可以的 lens 啦。对对对，我们用的比较 wide 一点。我们不想走路，所以我们 call 了 Uber。然后他的车这样 cute 的，座位是两对面的。是是。是不是？哇，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圣母白花大教堂哦，特地上来山上看日落。爬到很累有吗？哎，没有了，我们坐车。超美的，可能有一点远呢，可是我们用双眼去看，感受是很漂亮的。人满满哦，大家就是为了要看这个夕阳。哎，夕阳在哪里？夕阳还没有来，还没有下，还没有下。OK OK OK。又是到了最开心的时刻，吃晚餐。因为夕阳它不躲在那里，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夕阳。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地方吃东西？其实崔婷明天生日，那现在去拍东西啦。哥，我们现在来给一个 surprise 他。所以崔婷是完全不知道的。马来西亚时间还有6分钟就到他的生日了。好吃吗？好吃吗？面很硬啊，它好像乌冬面，hot 那样，不错味道。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Tracy, Happy birthday to you。你们这边都开门了，我有点尴尬。快点快点，许愿许愿。希望。在这边的全部人能够赚大钱，然后去更多不同的国家。好啊，好啊，这个好啊。健康最重要是。对对。耶、yeah ！超，今天是我们旅行的不懂第几天，但是今天是29号，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他们问我有没有很开心，我带路，还有1分钟就到了，大家。我找的就是好地方，因为我有外面的，很漂亮哎。
我们现在来到了他们的这个 Central Market， 你看这个，这个是 pasta， 送你这个蚕呢，4.5块。嗯，我自己买了这个 truffle， 回国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可以都会带出去。然后不用讲啦，他们在这边最出名也是 cheese 啦。哇，不同种类的菇，哇，那个菇超香。哇，我有冲动想要买一包。100多年历史，因为我很喜欢吃包三米的那个，然后我原来我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还是有分几年的，有150年也有100年，150年，100年的，昨天我看这样小罐300块 Euro， 然后这个是15年的，今天不要给一点，不要给一点，这是8年，不要水一点，8年。哇，好吃！8年已经很够了，因为刚才那个15年有点太紧了。这个包三面的那个是沾面包或者 salad。150年，549.9 euro。而且这边的评语很好嘞，你看全部都讲老板娘很好啦，一直给我吃啦。我买了8年的。来到佛罗伦萨 Florence 呢，也不要忘记去这个 Gucci 博物馆，因为 Florence 呢是 Gucci 的发源地，可以看到平时我们看不到的 Gucci 之外啦，下面呢就是可以买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啦，是要付费的，好像是8块钱 Euro， 所以难得来到这样远，我们就来看看。Maggie， 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一粒球，50块欧元，就是5.25。对，然后里面有3个小小个的这个，哇，其实很可爱 ，Q 哎，很可爱，其实这个，然后还是这个 Gucci Garden， 就是全世界只有这一边有。这个金珠崔婷说摸了会越来越有钱哦。放口然后给它划下来，没有掉进去就没有钱。希望我越来越有钱。不可以了，一定要吃中国菜了。大家早晨啊，我们现在要出来买咖啡。Airbnb 楼下就超级无敌多咖啡的，很开心。而且哦，我们找到一家它的咖啡才2块欧元，刚才那个2块 euro 的 Americano 那间店还没有开门，那我找到更加便宜的 Taobun Euro， 我们省了5毛，来。Oh my god! Oh my god! 我们来到 outlet 哦，我们印象中的 outlet 就是 like 一个 mall 一个 mall， 对，一个 mall， 然后就很多牌子嘛，这样子。摩啊摩啊，要要零。你看，它超大间的 Gucci， 然后 Michael Kors， Prada 在那边，看到吗？我跟你说，我们是有攻略，我们不是乱乱走的。第一间是要去哪里 ？Gucci。但是我们要分两组人，因为 Gucci 通常都会排队，可是我们要去游客中心拿那个游客卡，就是 10% discount 的。可是好像不是每一间都有 10%， 可是多数都有啦。虽然说是 outlet， 但是它也太多包包了。我不是开玩笑哎，真的超大。那个 Gucci 我们也是逛了差不多接近1个小时。
原谅我们那么的刷锅，因为真的是跟我们想象的奥特。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去到这样的奥特，而且刚我们看到很多的衣服哦，差不多半价，而且还没有扣税。Hello， 坐车坐了两个小时，终于来到我们另外一个 Airbnb。其实这个 Airbnb 类不用介绍了，因为重点就是要给你们看看看我在奥乐买了什么东西。哈哈，我买了一个眼镜，你看这个盒子是不是很漂亮？锵锵，它的盒子100分，看到吗？很美耶。其实我有 video call 牵引他们的，然后呢，我就想，哎，这眼镜很美很美，然后戴上去有没有？OK， 这个就是复古，因为哈，啊，它有一点点复古复古啦，就比较低调一点。早上啊，大家，我们现在走这路要去吃早餐，我已经很想念云吞面，我很想念虾面，因为天天都在吃面包。各位，我们已经回到来米兰了，然后我们现在 check in 了一个 Airbnb，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电梯，一天比一天小啊喂，这个只是可以一个人哦。我们就是来到了 Chinatown， 又在寻找美食。这个八九门是 Maggie 在网上找到的，我们进去吃吃看。哇，兴奋的大家！哇，又是中餐的，真的很开心啊，好酷！哇，这里真是超多东西吃，我就去到每个国家，一定要去他们的 Chinatown， 这是我第一次来米兰的 Chinatown。今年的跨年下着绵绵的细雨，我们上去睡觉，还是要去追？喂，有烟火 ，Merry， 哎，不是 ，Happy New Year!行的第 N 天，然后呢，我们今天是会去 Lake Como 的，听说那边很漂亮啦。然后现在是1月1号，然后很多店都没有开，所以我们就来到了 Chinatown， 其中一间店叫做温州点心店吃早餐。我跟你说，我们每次出去吃饭哦，好像10天没有吃东西一样。
来到了这个 Lake Como 科摩湖。我跟你说，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湖哦，因为这个湖是阿尔卑斯山在古代很久之前哦，那个冰川融化成的一条湖。今天呢，我们一直匆匆忙忙，没有真正的 relax 过，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很漂亮的风景来喝杯咖啡。我刚才就买了那个卤鸡，超卤鸡。它蛮贴心的，我们是有扒皮的咩？做一个来煮那个，好吃好吃。耶，我买了这个是开心果 pistachio。很香很浓，而且有点甜。那 Alan 喜欢吃甜品的，让他来点评一下。很甜，很甜哦。我们来还车咯，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搭交通工具，也不会开到车了。早安啊，一开机就看到我们这样的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去坐电车去市区的，今天是我们在米兰的 last day。这是我们的电车、巴士跟 MRT 的 ticket， 然后它是有分一天、三天跟七天的，然后我们是买三天的，对不对？对，单程就2块钱，所以如果你会搭超过几程，然后你就回本了哦。来了来了，大家顺便要跟你们讲一下哦，如果你们在飞机场那边可能买火车票，然后你去搭火车之前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就是这一家东西，你买了那些火车票哦，你一定要在这边打卡，要不然他是不是上来 check 票的时候会罚款的？50欧元，最少50欧元。我们又回到来熟悉的地方，今天我们要上去上面登那一个米兰大教堂。确定之前有来过了，他讲在上面看很漂亮，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但是还是很多人。哟哟哟，我们已经登顶了。我跟你讲，很壮观，然后它的那个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很精致。最衰今天下着绵绵的雨啊，不过也好了，我也是有拍到照片。这个真的，如果你们下一次第一次来米兰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来。
耶、yeah, ，我们终于回来我们的 Airbnb 啦！今天逛了一整天哦，超级无敌的累了，因为我们现在回来要收拾行李，准备明天凌晨去机场回国了。但是想要在此最后 ending 之前呢，做一下说一下我自己的感想。第一点就是，是我吃到30岁人生中第一次到国外过圣诞跟跨年的，你懂吗？第二呢，就是很开心遇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一起旅行。因为我非常相信旅行真的是要看朋友的，所以这十几天的旅程内，我们是玩到非常开心的。在这里我要谢谢几个人，首先第一个就是 Maggie， 就是这整个旅程是他 plan 的，然后我们也会经过很多小镇那些 before 要到那个目的地，有经过什么小镇啊，他都介绍的非常仔细，因为我知道 plan 旅程实在不容易。再来嘞，要谢谢阿福跟阿贝，他们两个真的超级无敌辛苦，因为他们是我们开车的，如果是我驾车我应该是不行，我要放弃哦。然后再来，我要谢谢崔婷，就是叫我跟 Alan Joy 他们一起去旅行的。然后不知不觉这个旅程也玩了10多天啊，这10多天是非常非常多的回忆的。然后希望大家2023年过得越来越好，大家赚多一点钱，再去更多不一样的地方玩。希望你们看了我的影片之后，更有动力，更想要跟朋友去旅行，加油！蹭蹭蹭蹭，我要谢谢在我生命中这5个人 Maggie、崔婷、阿福、阿贝还有 Alan。 诶，该我做 ending 的时候忘记谢谢你耶。哦，最重要就是谢谢 Alan 啦、啊、帮我拍了那么多美照啊，阿福也是帮我们拍了很多美照的，谢谢谢谢谢谢我的旅行伙伴们。下个月再旅行，加油耶、yeah! 然后那个是这样吗？是。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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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以为是个妹妹，快说！我希望我们今年再去了一次旅行。不要这样哎，你们！我跟你讲，他们是我2023第一个为我庆祝生日的人，然后还有礼物。我跟你讲 ，Maggie 送我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吃那个宝沙米，vinegar。Oh my god！ 而且这个宝沙米 vinegar 它有一黑一白的。然后我就准备要去冲凉了的，然后崔天又进来。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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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喜不要停！还有没有人有礼物？快一次快拿出来！ Alan! Valentino! 哦哇！谢谢！就是很贵重啦，然后谢谢你们，那我不要讲话了。就是生日其实也是一个日子嘛，最重要就是大家开开心心吃个饭就好。那我没有想到2023的第一个生日是跟我们度过，真的谢谢。希望我们接下来日子会更好，跟我们再赚多一点钱去旅行。耶、yeah! ！